你就是你回家怎么样，你就是用先哼着嘛，哼着用嘴巴哼着哼着，哎，对对对，你就会对对哼着。那你结果明明我是啊西哆发的，你就对不上去，就是你就一个盯着谱一直看，你耳朵都没有去听的，所以大部分都犯了这个那个。你就以后压和弦哦，就压和又唱，这样子，要先唱好之后再去弹，这步骤。对，其实它是 working 的，这戒指的东西啊，所以。这个本来就是 working 的东西啊，因为戒指最终的最后的那个精华所在就在 working， working 是最难的。就是和弦啊，比如说